大夫，什么情况啊？大夫，没有炎症，可能水毒不服，输点液就好了。谢谢大夫。水毒不服，你要多注意啊。怎么不盖被子呢？把被子盖上啊。我不冷。一会儿我跟少阳还有点事儿，我会找人来陪你。 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争取在天黑前吧。你不会像7年前那样再也不回来了吧？我向你保证，天黑之前我一定回来。 各小组，各去各位。都准备好，都准备好啊！金云。 不要去，设备没问题，你出卖我。 是警察让你来的，别管谁让我来的了，反正你去了就是死罪。现在去跟我去自首。怎么了？你难道为了钱连死都不怕？师傅，我去看看吧。 豆豆，你冷静点行吗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不是我想的那样是怎么样？你说呀。我现在没法说。又是去贩毒，你！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到底跟不跟我去自首？明天。明天？那你要今天干嘛？你今天就是不去干好事，救命！豆豆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 干什么呀？那枪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。那警察跟我说的事儿是真的吗？他们搞错了。骗子！救命啊！豆豆，你哥，我们要迟到了，那就快开车。
红灯啊！什么事儿来不及了？啊！你们两个神神秘秘要去做什么事儿？你说呀！你闹了行吗，豆豆？你就是一群贩毒，你们就是一群贩毒！你相信我一次行吗？那你去干嘛？你说。你相信我行吗？你说出来我就相信你。行，我告诉你。 我去买文物。你带我十三岁小孩啊！你去买文物！我说的是真的。买文物你拿枪呀！啊！没骗你。你没骗我，你还没骗我。买文物，你究竟我干嘛买文物？来人！救命！有毒贩！豆豆，有毒贩！行了，豆豆，你别喊了，行吗？放狗叫啊！豆豆，别喊了。来人！别。 朝阳，你在干嘛？这样下去没完没了，我们真的要来不及了。豆豆，豆豆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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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豆豆，豆豆，乔神探，啊？ 来看看你们的杰作。这就是你出的馊主意啊！就不能相信女人，我们干嘛要相信她呢？你说吧，现在怎么办？行了啊，你就先别埋怨了。那搞不好是被金远给识破了吗？金远那小子看起来就不太好搞，挺厉害的。不可能啊！现在只有两种情况，要不然就是谭豆豆临时变卦了，要不然他根本就是金远派来的啊！这根本就是一出反间计嘛！反什么间计啊？ 三国看多了，你怎么把三十六计说全了呢？我告诉你，黄队，现在这样谭豆豆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？喂，黄队，110指挥中心向您汇报，一辆登记在关城名下的黑色迈腾，车牌号为海B2286-3，正在淮海路上，扭动向西行驶，完毕。好，知道了。110指挥中心发现金源的车在淮海路。 去淮海路。喂，黄队，我有料向你汇报。说，我发现了几个皮肤黑黑的南方人，很像多年前伤害我们边防武警的桑康的那伙人。你确定看清楚了？我看清楚了，他们现在正往会展中心去呢。 好，知道了。黄队，怎么了又？会展中心，会展中心，会展中心，就在淮海路啊！啊，对啊，去会展中心，快！1000万第一次。 这位女士，还会有人出更高的吗？1000万第二次，1500万，1500万，这位先生出价1500万，此拍品真的可以算是保平啊！1500万第一次，1500万第二次，1500万第三次，成交。 出示请柬，请拿报案。秦康熙帝御览之宝白玉原玺3200万人民币起拍，下面开始竞拍。3500万。好，这位女士出价3500万。3800万。好的，3800万。好的，3800万两次，3800万三次，成交。下面这件拍品叫寿山石双龙宴，3200万人民币起拍。 4300万，4300万，5000万，这位先生5000万，会有人再次刷新吗？6000万，这位先生出价6000万。
请问，刚才那旁边有人吗？有，6500万。8500万，林明浩先生出价8500万。嗯，是他，这是难得的宝物啊！8500万第一次，确定？8500万第二次，拍了个元代青花，一亿，刚走，一亿，价格到了一亿，买的东西，是啊，一亿一次。我相信会有人出更高的价格，1亿2次。1亿1000万。这位女士出价1亿1000万，1亿1000万1次，1亿1000万2次，1亿1000万3次。王队，没有发现三缸，韩都督和晋元也没出现。三缸在拍卖会拍了个元青花。 师傅，三方是不是察觉到我们来了，所以从后厨溜了？黄队，我检查了其他的监控录像，截止到咱们来，没有发现靳远和韩豆豆。哎，那就奇怪了，你按理说那么大笔买卖。 他们连面都不碰吗？难道是我们判断失误？桑康和靳远不是一回事儿？那不可能吧？桑康费那么老大劲来了海滨，还能找谁呀？要不就是谭豆豆暴露，靳远突然改变计划，桑康立马逃走。谭豆豆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？你关心点正经的行吗？那是我嫌疑人。